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系黄仁达。嗱，今日咧我就唔系主办方，我哋系维持秩序嘅啫。嗱，咁样咧，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喺嗱，我讲一讲先。嗱，首先今日咧，我哋就会喺呢度咧，几个主办嘅单位啦，即系金正苗红嗰啲啦，咁样咧就会发表一啲今日嘅演说同埋论述。我觉得系好感动嘅，好感人嘅。咁就一陣間幾個金正苗紅嘅領袖咧，佢哋發表完佢哋嘅演說之後咧，咁我哋就會遊行去遊行出去呢個咁樣嘅西洋菜街，遊行出去西洋菜街。咁去到西洋菜街咧，去到咧我行開啦，大陸，即係去到呢個西洋菜街咧，去到呢個西洋菜街咧，咁啊去到呢個咁樣嘅地鐵站口，地鐵站口，咁就會咧回頭。然之後咧，又再巡遊一次，就翻返嚟呢一度咧，咁樣咧就會有一個集會嘅時間。咁嗰個集會咧就會係俾所有嘅參與嘅朋友，即係大家都係心懷紅太陽嘅，咁就係咧可以咧就係啦，你哋各自咧就發表下。今日嘅呢啲紅色嘅演說我就唔識講啦，但係我想同大家提一提就是今天这个行动呢，是要利用大家的热情去唤醒中国的同胞，让他们明白今天是针对的是一些资本主义的走狗，修正主义的打一些走资派，我们希望唤醒他们的爱国心，咁樣咧就叫佢唔好再投奔西方嘅西臭嘅 ，OK？ 我有司法資本主義，我有司法資本主義。所以今日要顯示到大家新入邊嘅紅太陽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就嗱啲我比較係喺呢個行動入邊咧，就希望大家嗱記住，大家今日係嚟勸説佢哋，喚醒佢哋愛國心。所以今日咧就唔似之前嘅驅蝗行動啊，就唔希望咧大家咧走去衝擊佢哋啊，指罵佢哋啊，因為咧係希望用今日嘅行動去感動佢哋啊嘛，明唔明啊？咁所以咧今日就唔好有一啲過分激烈行動，唔係話唔可以激。唔係今日 ，OK 啊，咁就一陣間咧，我哋就大致就係咁樣啦。我係講嗰個今日嗰個流程同埋秩序啫。好啦，今日嘅重要嘅思想教育工作咧，我哋就留翻俾主辦嘅梁爽。